Cami 2.0 有三个色，灰色、黑色、粉色。这次 Cami 升级版的材质比之前的软，手感更好摸。一样是十字纹皮革，防水又耐磨。背部设计可放些卡和单据，内部一共有七个卡位，这两层放两张卡都没问题。是单层设计的钞票位哦，多张钞票也能轻松放下。五金拉链好顺滑，宽敞的开口非常容易取出钱哦。这么可爱的短夹，你们爱了吗？也给你们看看最经典的黑色，还有你们最期待的粉色。三款颜色都很好看，看中的小姐姐马上把我带回家吧。